大家好，这次感谢各位委员的青睐，让本市市立图书总馆暨停车场新建工程能获得本次的殊荣，本处非常的高兴。本案的基地位于本市的艺文特区，那本案分为两栋来建筑，一栋是电影院栋，一栋是图书馆栋。图书馆栋除了提供借书的功能以外，我们也提供了文创市集、咖啡厅，还有乐龄的阅读空间。电影院栋的一楼除了轻食的空间以外，我们也提供了八厅的电影院的这个服务。我们预计于明年的八月来竣工，届时也邀请各位来桃园，来参观我们的建筑。谢谢各位。